经历失败怎能见彩虹，发天星发出梦尾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冠希，微信转账300块，伴我锤上岗。把这个来气死了，兄弟们啊！大家这找到的东西竟然领错了，直接导致我们现在还得继续抽，都106幸运值了，刚才800块钱出来了一个小狗屁呀、啊！好吧，兄弟们，话别说了，继续抽吧。这东西只能认认倒霉，只能认栽呀、啊！我太难了，干干干！来了一个098，没用啊，这种东西就一会儿的话，我们可以抽出来一个，然后再兑换一个两个，但是两个不够用，最低得抽3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一出就是3件套，懂了吧，兄弟们？这种王者系列的武器都是一把 AK， 一把 M4， 外带一个狙击枪，懂了吧，兄弟们？所以说，三个都是最低限度，先把战争枪分解一下。现在有490分了，我们这个积分啊，兄弟，我们的这个积分是马上就要够啊。积分的话是非常的好的，看到没有？490分，现在580分，马上就够了。所以说咱们就无脑的抽吧，行吧，兄弟。现在还有190幸运值了，这还不出啊，兄弟们，这太假了吧！这就像抽王者荣耀就是荣耀水晶一样，直接就360保底了，兄弟们。这么整，我就确实就多多少少可能不整啊。怎么能直接保底呢，哥哥？你这 boss 不堵人，这就是。啊，没有，出，没有，那保底了，兄弟们。刚才，我啥，兄弟们？刚才300块钱就直接出，现在人都进去1000多了，还没出，1500保底，兄弟们。啊！1800，是不是最高的钻石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里都没有1800，我们都抽到1800了。假的吧？哦，1800在下面，兄弟，真的嘞！1800是最大的钻石啊！我丢，牛啊，兄弟们！1800的钻石都抽到了，哦，50块钱抽一次，抽1800的钻石，等于抽了180，把天命直接抽到130了，兄弟们！啊，又是一个 AK， 啊，又是一个 AK 啊！一天一个小细节，完了，兄弟们，又是400进去了，啊，直接保底呀，哥哥！啊，恶魔斯泰尔，兄弟们，这把枪好像。好像得留着呀，哥哥，这把枪好像得留着，恶魔时代留着吧，兄弟们，这个发往邮箱吧，这个就不分解。刚才那把大头 AK 你就拜拜吧，你这有啥用？啊，什么狗屁东西，你就往我的包里葬，赶紧给我出，往我的王者之刺啊，哥哥，别的东西就别来了，王八宝贝儿，736分了啊，已经可以兑换一个了，但是不够啊，但是不够，我们需要3个，哈哈，要不然的话就够了，就对吧？这次再保个底，哎呀，不用分解，那不分解。来，兄弟们，300保底。什么叫最惨？最惨呐！你已经好了，我怎么就这样受折磨？他明明就那样，我还来吐。啊，歇一会儿，兄弟们。哎，你小肾脏哇哇的呀，兄弟们。那也受不了，兄弟们，说实话。这干的那叫啥玩意儿，兄弟们，这干的直接就把人干蒙圈了，兄弟们。休息一下，我们先回复一下这个心情的，先回复一下心情的。好了啊，感觉差不多了，心情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兄弟们，这一发就直接出，直接出货，没什么说，我不能保底，我不能保底，咱俩不用看了，三次保底，没意思吧，兄弟们，这游戏玩的真扯，这。我把我的欧皇300抽，兄弟们，好吧，是300抽，300块钱直接出，硬生生就给我干了个保底，兄弟们，你说这玩意儿有啥玩意儿？求求你保底啊！我操，真保底！完了，兄弟们，300抽了，真的是保底！限定之款，这个知道咋顶了，兄弟们，你们一定不要跟我犯一样的错误，不然的话，其实我们本来就该毕业的生活，再次沦为坑爹生活呀！哎，这轮没了，这个阶下囚啊，哥哥，我们还得继续抽，再抽一个，兄弟们。虽然说现在有2个，但是我们不够，我们把东西都分解了吧，一个东西也不要，分解，然后一会儿争取积分换一个。现在1000，哎，兄弟们，积分快够了，现在是1063分，他只需要1300分，我们再抽100、200、240分，兄弟们，我们再抽240分就够了呀，哥哥，真棒，兄弟们，下一回必须把他干蒙圈啊，气死我了，你个老丁啊，直接就把我啊干蒙圈呢，哥哥，来吧，兄弟们，邮箱里面领一下。这次再给我出错，我就大耳巴子扇天美的脸啊！天美老屌啊！大年了，啥啦啥啦，来了兄弟们，啊，直接就给我出！
啊，王者之师呀、啊，就差一个王者之师的样子，不是删除已读 ，OK 啊，直接就一键跳过就行了，兄弟们，直接带在身上啊，非常好啊，嗯，啊，换一个皮肤，啊，小皮肤。啊